没错，他是蔡阿嘎，从小就有大头症。哎，给我卖掉。不是这种大头症啦，是真的大头症，所以像是全罩式安全帽就常常戴不下。但几年前他却乌龙买了一顶大头佛面具。哎，来看我啦，我看我这大头佛面具够水了。这不是舞龙舞狮在用的，没得冲啦。拿来拍影片啦，你看你看，戴它多有喜感啊，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。你头太大了，绝对戴不下去啦。什么头太大？我目测我就戴得下吧。我顶你看下来，有无？多矮有无？头太大了。哪里大？卡住了。刚好好不好？头多小来，你戴。好好好，头多小。大概看，你看一看，哎哎哎，真的嘞，哦，刚好，哎、欸，很适合嘞，很有喜感呐、啊，以后就你戴的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拍片你会红，真的会红，很适合，哪适合？因为这个乌龙，大头佛诞生了，开始跟着蔡阿嘎一起拍影片。原本陷入创作瓶颈的蔡阿嘎，因为有了大头佛一起创作发想，成为蔡阿嘎的好拍档。他们开始尝试不同的影片类型，一起合作写歌、出书，开始朝向多元女主发展，让越来越多人看到他们的作品。最后，他们终于一起走上红毯，一起得奖。哎、欸，老台，我终于得奖了啦！我不是你当初找乌龙，我们也不要再骗了。是不是？来庆祝一下，用乌龙茶干杯啊！你不知道的乌龙成功学，干啊！哎、欸，什么时候拍真实事件？啊，我们又没有走过红毯，不用搞乌龙了。先练习一下嘛，谁知道以后会得奖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想不到会得这个奖啊？有啦，我们就办个什么 YouTuber 的头围比赛嘛，个人、团体双料冠军一定得奖。谁要办头围赛啊？有啦，啊叫查理办一下嘛，什么查理头围王大赛嘛，不错不错嘛，对，办一下。